该调静音调静音，啊，也可以关机。这一车的记者，好，保持安静，拿起你的机器跟我来。不一定等到我，等到我，现在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一二三，尊敬的老一友先生，各位台湾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啊，在深圳与马英九先生和各位台湾朋友见面。首先，我代表我国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先生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祝愿。
欢迎马英九先生再次率华来大陆参访。去年马英九先生率团来大陆祭祖交流，寻访先辈的足迹，追忆抗战历史，缅怀抗战英烈，开展青年交流，两岸各界都可以广泛好评。随后马英九先生又邀请大陆高校一起回访台湾，两岸青年深交流，互学互鉴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，增进了相互的感情，也达成了许多共识。马英九先生为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，我们高度赞赏。两岸同胞是一家人，家和万事兴，一家人就应该常来往，多联系，理应交流合作，融合发展，来增进扶持。我们两岸是中国人，是中国人就应当携手打拼，共同承担起振兴民族的责任。我们这次啊，我知道有很多青年朋友来啊，是第一次到大陆来。你们来到大陆，跨越的是海峡；你们要了解大陆，跨越的是时空。我希望在接下来的行程中，你们能够通过你们的各方面的了解，用心去感悟历史的变迁和民族的进步，用心亲眼体会大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，用心去感受做一个中国人和民族复兴的自豪感。我下面愿意听取马英九先生的意见。好，谢谢邓主任，各位台湾的朋友，大家晚上大家好，很高兴啊，再一次跟邓主任见面。去年我和台湾的青年学者访问大陆，征求邓主任和台湾的朋友大力的协助，整个这个观影取得了积极正面的成果。您在湖北、湖南跟上海三度访战，让我感受到两岸之间呢血浓于水、同气连枝的这种感情。而在这里就感谢大陆方面的诚意与善意，尤其是去年七月，在宋主任大力支持的推动下，大陆有五所高校的师生啊回访台湾，所到之处都受到台湾民众热烈真诚的欢迎，相信他们是满载而归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们在台湾活动的画面传到大陆电视，也造成了轰动，对您推动两岸关系向前走的决断与魄力，我在这里要表达我个人的敬意。我常觉得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，才能确保两岸人民的福祉以及达到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今天世界上战事频仍，欧洲与中东陷入战火，两岸的和平稳定不只是造福两岸，也对全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利益。两岸五千年的历史，两岸血脉，两岸人从属中华民族，都是有好的。责任内达成两岸坚持的共识，反对台独的共识，这些就是两岸可以携手向前行的重要关键要素。除了外在环境形势的变化，谢谢。